得毫无问题。哇，好不容易啊！我们首先呢，我们的粉丝到700万了。哦，好快！700万玩的小游戏呢，是一个问答小游戏。好。那第一个问题。给自己想一个形容词来介绍自己，格式是：大家好，我是 TNT 的 ，TNT 里什么什么什么的谁谁谁。哎，我约你。三二一。大家好，我是 TNT 的。谁谁谁？大家好，我是 TNT 的。谁谁谁？都没想到。大家好，我是 TNT 的最帅的人。最近。发生的最好笑的一件事，最好笑的是，大家都在别墅里找不到张哥。哦，对，最好笑的是，但是我应该知道你了。结果我就在马哥的房间跑了，知道吗？我刚刚，刚刚，就溜达去了。最近吃过最好吃的一道菜，啊，剁上鱼头，这哪个菜啊？卤煮狗粮，卤煮最好吃的这个。我妈做的排骨吃的。哎呦，你妈妈做的排骨，那我妈妈就没有做排骨吗？确实，我妈的排骨好吃，我妈的排骨好吃。你也最近没吃到啊？最近，那我妈阿姨做的饭好。哪道菜？问你哪道菜？阿姨给我做的，切西瓜。天哪，怎么这么好吃的东西啊？我没吃过。这是这菜好好吃，西瓜真好吃。喜欢吃果汁，水果捞点的。阿姨的鲜榨果汁，看那确实挺好喝的，都喝了一样凉的那个橙。啊，还有啊，丑橙吗？丑橙，丑橙什么话？别人问的是最近，你现在这是来了一年之前了。今年风靡一时的，对，今年的橘子多久来啊？不知道，你快安排一下了，已经安排。最近给成员发的一个表情包，到我了。我们在群里发的，群里面那个，就是你没有看到那个？当时扔骰子的时候，我发的是那个，又是那个燃火那边火焰鸟，然后在那扯。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我发的是那个要我扔那个是无脸女吗？那个表示可爱，可爱，成员的吗？可爱。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。展示一下。展示一下，我没发成员，可以是张哥的，那是小动物，我还发了马哥的，这个，发了个这个，哪个群要吃的？乱找吧，找到一个就行。马哥的，这个丁哥的，是丁哥吗？丁哥连吗？这个，我了，那我马哥的也太多了，这个我真够了，张哥的。看到吗？人员的表情吗？我还是跟那个表情包，就是那个在手帕那个。对，我刚给了。啊，因为我也保存了，我现在好可爱哦。来来，给你们来。这个是我。这个。你看这个，两个少女脱单。金天星，你发的什么？我会发的大家的哈。谁在那个群里发刚刚发下一步了？做过的跟成员有关的最离谱的梦是什么？我前两天梦到，我们宿舍有僵尸，然后他把我烧了。然后说我们有，然后又跟成员有关的梦。对，张元元也在。啊，你们都在我们房间里面。哦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张哥做了一个有关我的梦。哦，我咋觉得你怎么能想起张哥做的？他跟我讲了，上次做了个梦到杨浩翔微信步数突然掉了，他每天都是五万步起步的。哇哦哇哦，别不懂啊，你每天是怎么在涨工资的？八波姐姐，八波姐姐，怎么来的？一切都。
切都走路。我都想起来我做梦了，我想我忘了反正想个什么。其实你们一起出去玩了，我醒了大概五分钟。然后又一起什么密室的，然后树林里逃跑啊啥的，对谁追啊都有。直接做了一个梦，其实蛮离谱的，就是我梦到我被挂起来了，然后三哥下来把我救下来。对，他是这样吗？你被别人拎着？对，被拎着。就我被人架发现了，你知道吗？大白，然后张哥是特别像，就特别像那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就是来自己飘的朋友。然后张哥一把在那把我拽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忙啊，你又忙着救人，又忙着和我打个车，好吓人。还忙着开没人微信群。用一种颜色和一个食物形容一下今天的心情。黑色的铅笔。铅笔，你吃铅笔？你怎么能判断别人就不爱吃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？还吃石头呢？有人喝酒了。哦，我看过喝酒。蓝色，阴天下雨。哇，蓝色的雨。食物呢？食物呢？蓝莓的。我喜欢黑色。我喜欢吃。我的枕头下面全是武器。黑化了，武器是啥呀？武器，你没看过小学生那个黑化视频吗？没有，啥呀？可能是一个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，我懂了，那我就是蓝色火龙果。江哥自己在房间里培育的。蓝色火龙果，因为有一颗创造心。我是灰色，因为你穿的灰色吗？对。外面灰色的多吃的呢？灰色的生石灰。红色的彩虹糖。请问生石灰遇到水会发生什么？我以为你是在正经的搞化学。你最羡慕的动物是？动物。我羡慕树懒。树懒，我想体验一下人家那种。我最羡慕的动物，外星人。我呢，不是地球人。鼠标，因为他出生就在了。你羡慕鼠标啊？出生在了七个帅哥待着你坐好。他出生就到了巅峰。我羡慕乌龟，每天都可以泡澡。海鸥。你又可以飞。那小鸟也可以飞啊，不行吗？还可以像水。老鹰也可以飞啊。乌鸦可以飞啊。啊，乌龟可以飞。乌龟可以飞呀。我可以飞呀。你把它这样。你这不就飞吗？我羡慕那个小人干嘛呀？人类吗？叫什么来着？先说你。我羡慕猫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可爱。只想给你宠爱。羡慕蟑螂，羡慕蟑螂，因为别人见到我就要哭。不是脑吗？也行。不是，不应该是。没事，一下死不了。哦，对，一下死不了。那我再骑吧。没事，我把它拉起来。哎，蟑螂那个电蚊拍电不死的，我看到一个视频，一直电。然后继续跑。我天，我是看着别人的行为，我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对的，要给他快就一下子快。如果你们七个要去荒岛，最想带的公司同事是？李总，因为他有超能力。超能力，超啊！啊，超能力！李总穿着拖鞋跟着我们跑，在海边上。如果你们的荒岛上只能长一种植物，你希望是？长土豆。哎，对，土豆。不是那个土豆。长向日葵啊！喜欢疯了。25的家，一会儿就有豌豆射手了。种坚果，我要种坚果。种那个。保护家园。那我种土豆雷不行吗？那我种樱桃。你的这些东西第四啊，还没死掉。最强的是什么？后面那个推吹剂。那不是植物，关键是一次性的。没事，我多弄几台摆在那儿就行了。那是无敌。差下去。时代少年团厨艺大赛，谁会是冠军呢？我吧。
算了，我不想当。因为我一进厨房就，进厨房就炸了，然后我先把布局。我们以后都吃冠军做的饭，以后都让冠军做饭。我们在旁边玩。冠军做饭那就只有一顿的事了啊，那就是最后的那一顿了。冠军有奖金吗？冠军会送你免费做饭。我不想当冠军。500。保险赔的都比这个多。保险赔的都比这个多。张哥吃了我的菜，要保证。年纪轻轻我就遇到贵人。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会让马嘉祺立刻跳起来？哪个屁股下雨蜜蜂？哪个屁股下雨蜜蜂？鸡掉了也不让跳起来了。现在如果谁突然出现，会让天成心吓到躲起来？没人可以让我躲起来。对啊，我是强大的存在，我是强大的存在。危险！哎，真的厉害！没有，我开玩笑的，我是。我刚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我的板砖呢？这个他不是。两个人冷笑。不是，我是刚刚想打喷嚏。不是。真的假的？竟然不是我，明明是我。现在看什么电影会让孙亚轩立刻哭出来？鬼片啊，很简单，悲情。来到现在，什么出现会让刘耀文立刻拿手机拍下来？土豆。确实。洋芋。洋芋是啥？土豆。还有马铃薯，什么出现下来？洋芋是洋芋，土豆是土豆啊！洋芋是洋芋，土豆是土豆，真的。洋芋是像很像萝卜那种。洋芋就是土豆。洋芋就是土豆。是吗？土豆不是你们说的，就是洋芋。洋芋是土豆，都一样。土豆。洋芋是不是芋头？是啊，看没，芋头就是土豆，就是洋芋是土豆，打一下吧，刚好五个。洋芋是土豆吗？洋芋是从洋芋肯定是土豆啊，洋芋就是芋头，洋芋是土豆啊。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一次，好像芋头的吗？芋头是芋头，洋芋是洋芋，对呀，土豆是南瓜，不是南瓜，什么？红薯是地瓜，对呀，土豆不是地瓜，红薯是地瓜。地瓜不是那个可以直接吃的吗？地瓜就是地瓜，地瓜那个地瓜，地瓜是那个是甜的，是地瓜是地瓜是白色，对对，红薯吃过地瓜吗？我没吃，红薯就是地瓜，红薯是地瓜，地瓜是地瓜，红薯跟烤地瓜是一个是的，绝对是的，地瓜是也是红色的，地瓜哪是红色的？地瓜是白色的。地瓜是红色的，小朋友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吧。如果可以瞬移，张震源会选择去哪里？大家觉得去体检？不是去海南吗？去。跟梅西踢足球。那我可能被虐死了。不会啊，能够这么强。你觉得哪道菜会让严浩翔筷子停不下来？就是他饿得要命的时候。饿得要命的时候吧。火锅吧，重庆的火锅，因为。太久没吃了，那你是对其他地方啊？所以北京的火锅就不是为就是他的故乡。现在放什么音乐会让贺峻霖跳起来？爱河，苍茫的天涯。爱河，哎，早上跳起来了。爱河加一，害怕的跳起来了。开心的跳，必须是心跳。DJ 版心跳。什么？对吧？重金属。好像给你截个表情包往那儿。再去土拨鼠了。能穿越的话，过去未来都可以。想去什么时间？那个每一刻有你的时间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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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更好，那就穿越到他小时候，一步一步的陪他长大。哎呦，你们怎么都这样？我没有，我想穿越到我小时候，再开心的玩一场，自由小朋友的那种无拘无束。我想穿越到那种，就是有观众在唱，正在唱歌。可以，这个啥？我想穿越回春秋时期，找老子。我要到他的圣地的那个小跟班，我不穿越了，现在停了。好，我也不穿。
曹老师呢？活在当下，可以。如果能见到神仙的话，你最想见到谁？佛祖吧，佛祖，菩萨吧。那我见到如来吧。我想见歪嘴龙王。太上老君吧。昌明。你觉得自己最适合做什么生意？小本生意，开那个咖啡厅，咖啡厅开在学校旁边的咖啡店。哇，这是对的。哇，我赚钱了。卖小零食，开在小学那个栏杆外面。对，就是我们。同学，买吧。时代少年团开了一家餐厅，你适合的职位是？试吃员。我当收银员。那好，那行。我当门口那皮丘可以吗？我当欢迎光临。我当主厨，盖锅盖的，专门在火大的时候救急。张哥当那个到时候弹吉他唱歌的那个。成员说过最让你觉得窝心的话。多吃点，你看你都瘦了。哎，这谁对你说的？都说过，记得吃药，多喝热水，多吃点。确实挺暖心的。每天晚上大家互相说晚安，自己在自己房间门一关，吼一声，然后大家都一起吼完了，叫哇哇哇！咱们说的最难听的，啊，你这么早就睡了？你睡着了呀？这么早就睡了？怎么样？你们我恶心，真的睡着了呀？最难听的话是起床了，关掉空调吧。这么来，你最想念成员的时刻是？中考完的那一刻吧，就感觉挺想跟大家见面的。真的，就是那时候四个人的时候。我也是闭关的时候，贼有时候贼空虚。我也是想念兄弟们。我也是闭关的时候。我也是闭关的时候。我也是在他们闭关的时候。闭关的时候。最近一周年就快乐的人。七夕，我妈给我转了520。哎，我杰克转了520。那不行，我妈只是给我转了5200。可以选了，我给她转了520，她刚给我转了52，我刚给我52，我刚给我。早睡的时候，哟，这么早就睡了？我是去按摩的时候，哟，怎么的？啊，那我也是跑步的时候，下完课之后啊，回来散步的时候。最近最期待的事情是？演唱会，有观众的演唱会。你觉得从100万到700万这段时间最大的变化是？变壮，是有点。年纪变大了。我觉得我的乒乓球年了，已经从小区水平可以达到省队水平。我也成年了，我已经长大2岁。好。17岁的花季少年，2年前已然是。从100万到无论多少粉丝，自己一定不会变的是？金晨曦，我的名字。严浩翔是男的。我是单眼皮，我有眼睛，我还是个人。最永远不变的是我们的初心。那你觉得自己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？最叛逆的时刻是要剪我鬓角的时候。对，太难受了。那一刻我感觉我真的好叛逆。剪头发的时候，发胶的时候，躲避的时候，还有加眼睫毛的时候，叛逆死了。还有那种口红的时候。我在厨房的时候，我在刷锅，然后我准备要洗碗，然后我妈进来突然一句。你把碗洗了，我突然就不想洗了。你教我做事。这个是。你手机里最近拍的一张照片是？看一看，这个时候比较烦。我可能是截图吧，我刚刚拍的。我的应该是。你要看看是。哦，我这个说法太有学问了。这张自拍。拍的是自己 WiFi 密码自拍。不是自拍。不是，我刚刚去溜达的时候拍的花，真是这张。可以了，给这个，给这个看。数学题，我也是，这是数学题的答案，大概不是。它是一个 WiFi 密码。如果有一个你的称呼是一听到就会心里柔软的那种，会是？舅舅呀，舅舅，小孩，叫我哥哥的时候吧，我弟弟，小虎，啊，小贺，乖乖，你乖乖。你们这样坐在一起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拥抱一下。
大家不想拥抱一下吗？我的好哥们。哇，拥抱一下。来，拥抱一下。